种容量。2022最新推荐八大人气冰箱品牌冰箱，是每个家庭不可或缺的生活电器之一。除了最基本的冷藏或冷冻功能外，各品牌也持续针对不同需求研发多种技术，像是锁住食材新鲜美味与水分营养的保鲜，及快速冷冻功能缩短解冻时间，提升备料效率的冻结技术，还有自动侦测并调整运转模式的 AI 智慧系统等，都使得人们的饮食生活更加健康便利。只不过购买冰箱时应留意的部分甚多，不只要选择符合家庭人数的容量，还要考量摆放空间，以筛选出适当尺寸或冰箱能开法的机种，再加上各品牌的主打强项不同，想必令许多人眼花缭乱。大家不妨跟住本文说明，进而选出最符合需求的款式。一 ,TECO 东源小鲜绿系列 ,101 升外宿租屋好伙伴。二 ,LG InstaView Wi-Fi 悄悄看门中门。冰箱星辰银看好再开门，省电又便利。三 ,Whirlpool 惠而浦 IntelliSense 430公升一级能效变冰冰箱多种设定，满足不同需求。四 ,Panasonic 国际牌无边框镜面玻璃系列，注重新鲜度，吃得更安心。五Hitachi 日立五门冰箱冷流水分十足，锁住湿气保热则六。Samsung 三星 Homebar 美式对开系列幻夜黑均匀且强力的冷却效果。七 Toshiba 新 A 系列镜面变冰冰箱卓越除臭效能，食材不再生异味。八生宝 Sample 玻璃变冰冰箱系列清新抗菌，长保美味。